那要请另外来看紫峰车，23月29号要带小朋友，晚上6点半一定要来看。立委钟嘉宾走访屏东观光夜市，向店家及民众宣传自己以及即将上演的纸风车公演讯息。所到之处，不只受到许多乡亲的热烈欢迎，有许多民众主动上前寒暄。欢迎光临，我们店长，我们这边有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请你们也好，来，来请你喝咖啡，请你喝咖啡，来看紫峰车。大选倒数，屏东县立委选战也进入白热化。民进党立委钟嘉宾为争取连任，从年初开始就积极走访基层拜票。由于4年前首度参选立委时，因名字台语念法很像琼嘎逼，此后便专属的吉隆咖啡包来宣传自己，希望加深选民印象。今天呢，特别来到我们屏东生意最好的观光夜市。 来跟大家做宣传，因为我名字叫钟嘉宾，来自琼嘉宾的琼嘉宾，所以呢，我送了这个紫峰车的纪念版。我来讲啊，来咖啡请你喝，来看紫峰车，12月29号要带小朋友，晚上6点半一定要来看，地点呢在屏东区宏文吉亚对面黄昏市场对面，所以今天钟嘉宾特别来到咱雅琪亚哈，请大家啉咖啡啊，邀请大家来看紫峰车。 除了持续以琼嘎啡走访基层，立委钟嘉宾也同步宣传纸风车即将到屏东时公演的讯息，希望届时号召乡亲踊跃来欣赏优质好戏，一起喝咖啡、看表演，享受亲子时光。屏东新闻部余庭、杨正义采访报道。